第十九题，将灯泡甲乙丙与电池连接成通路，如右图所示，发现甲灯泡的电功率最大，丙灯泡的电功率最小。已知甲灯泡的电阻为 R 甲，乙灯泡的电阻为 R 乙，丙灯泡的电阻为 R 丙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一题呢，我们三个灯泡呢是串联，串联的时候是电流相同，那么现在电流是相同的，然后呢有功率，然后问的是电阻，所以我们的公式呢叫做 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。 那因为我们的电流都一样，我们就发现如果 P 越大的就表示 R 越大， R 越大呢 P 就会越大，因为甲的功率最大，所以甲的功率是最大的， P 是最大的，所以呢它的电阻也是最大的，而丙的 P 呢是最小的，功率最小，所以它电阻也是最小的，所以甲的电阻最大，丙的电阻最小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R 甲大于 R 乙大于 R 丙。